呢條呢就39條啦，咁問個税制嘅，咁個收入啦，呢度有，咁另外個税款，咁好明顯嗰個税制就講個 salary tax 啦，咁呢第一個嘅税制，咁你見到1000除10000就 15%， 跟住5000除50000都係 15%， 咁如此類推啦，你發覺四個都係 10% 嘅，但係 policy B 嗰度呢第一個 10%， 4000除50000就係 8%， 7000除100000就會係 7%， 30000除以500000就會係 6%， 咁個稅率係越嚟越少嘅。咁佢話由 A 咧轉去 B 有啲咩影響？咁就工作應該會更加之有 incentive 噶啦，因為你做得多啲，賺得多啲，個收入就會高啲啦，俾少啲税啦。咁就更加之不平均嘅收入分配就啱嘅，因為窮人相對雖然佢冇特別交多咗税，但係有錢人係點啊？係交少咗税喎，咁所以有錢人賺咗，窮人就冇賺嘅。咁所以啱嘅。咁 C 嗰個啦，咁我經濟增長就話會慢啲，咁啊唔係嘅，因為你個稅率都平啲啊，啲人肯做多啲嘢啊嘛。咁 D 嗰個嘅消費支出會減少，咁又唔係啦，因為個disposable income 啦，其實多咗嘅，咁所以答案 B。